全球百大思想家艾薇薇名列18，美国知名期刊外交政策选出2011年全球百大思想家，多位掀起中东和北非阿拉伯之春浪潮的关键人物并列第一，包括埃及籍国际原子能总署前署长艾巴拉迪、 Google 行销经理葛林等14人。中国知名维护人权艺术家艾薇薇排名第18。艾薇薇因调查四川地震豆腐渣工程和遇难学生惹怒中共，中国当局今年4月3日以逃税为由将他秘密关了3个月。艾薇薇获释后，8月6日在推特上首次推文留言问个好吧，显示他不为中国政府禁声令。外交政策指出，艾薇薇让世人知道中国有很多人平白无故消失，只有家人知道你不见了。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主席伯南克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因因应金融危机有功并列第10。美国总统奥巴马以外交化解纷争排名11，微软创办人比尔盖茨伉俪因创立基金会救助世界排名13，脸书创办人萨克伯则因改变了世人做事的方法排名17。动新闻综合报道。